来到马口栅栏小吃炸鸡，老板的孩子来帮忙。老板在准备炸鸡，怎么这样多人喜欢买来吃的？都是它的脆度啊。啊，炸鸡够脆，他们吃过的人都讲很香溜啊，怎么呢？天，我们腌鸡肉的时候啊，要够味哦。腌了才炸的啊？腌了的，鸡全部有腌了的，最重要要腌啊，腌过了过后要腌一天呐，啊，腌一天。然后第二天来炸咯。诶，如果是讲你没有腌啊，没有腌过超过一天啊，它不够入味的。Ready go！ 老板，你本地人啊？啊，我本身是马口人啊，土生土长啊。马口人全部都很 nice 啊，全部都很好的。这边朋友多了，而且这边住的环境会比较舒服点了。腌鸡的料是什么料？腌料那些啊？啊，对，嗯，这个秘方。炸鸡粉又怎么做？啊，也是有秘方的，自己调的。自己强调哦。啊，自己调咯。那我知道自己调，自己讲调那个炸鸡粉，你们自己调自己做。哦，明白了，老板的秘方是自己调的。啊，对，它不是一种粉的，要铲来铲去的。老板，你以前在那里做的？之前是做吃的，也有做啊送货的。都会走来做炸鸡的哦。兴趣哦。炸鸡炸到很美哦。按着给它粉筋，那炸起来会比较美哦。这样厉害的，你这里有多少样炸料？炸鸡咯，炸鸡腿啊，鸡翅膀啊，鸡耳朵啊，鸡背、鸡胸啊，鸡屁股、鸡梗、鱼肉卷、鸡肉卷、虾卷、鱼圆啊、虾卷啊，还有那些炸串串哦，可以炸的啦，通常可以炸我都会卖了。从顾客那里来？顾客哦，这边认识的朋友，通常全部都会来了。他们打包炸鸡多还是串串多？要买多了都是炸鸡啊，串串都是串串的，没有讲固定一样东西的。炸鸡腿菇，朋友，你今年风几啊？风万，13岁。哪间中学？7中。会来帮老豆的哦。减轻爸爸的负担，不用这样累，不用这样累。你的希望是什么？希望顺顺利利，生意好。谁时常找你去喝茶的？叶家俊还有李景宏。刚开始炸鸡的时候有问题吗？起初肯定有了，那粉的味道啊，全部调得不好啊。试了几久才出来卖？有整年了。然后腌那边腌方面，腌鸡方面腌不那个不够好啊，要尝试很多次。到最后 OK 了才出来开啦。啊，对，有尝试了好几次前了，过后才决定这样子做。那你叫什么名？我叫 Felix。老板是你的谁？他是我很认识很久的朋友。留在这里，约他开档口就过来帮忙啊，做一下，就帮忙做工这样。认识也是做工认识。认识了9年了，4年的朋友啊。晚上出来炖2杯啊？啊，喝酒啊？没有，他没有喝酒。老板的理想是什么？这样越做越好了，越做越大了。最重要顾客吃得开心了。上点菜单，即使做到晚上10点。哎呦，你要给我壁纸下去炸？鸡全部要新鲜，所以不会讲有干干。